们不刚康，说到现在给您，请您注意，减半超收。最近15年5、9、9、5单位12月份绩优考一份减半3、10、0。以下报告我们仓储的话5、9、9、5单位数字统计超收。最近15年6、0、1、6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0、1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0、1、6单位数字统计超收。最近15年6、1、2、2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8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1、2、2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6、6、9、5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0、9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9、5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6、7、4、9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2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7、4、9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5、9、5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0、0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9、5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6、0、1、6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0、1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0、1、6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6、1、2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8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1、2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6、6、9、5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0、0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9、5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最近15年6、7、4、9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一份减半3、12。现在我们开始的吧5、6、7、4、9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现在开始的吧5、6、9、5单位12月份绩优。考3、10、0。范围5、6、9、5单位数字准备超收。0313031386098609零八零三。上次的6、1、2、2、3的12月份第1号38的论文，现在已经播报完了。现在开始播报给6、6、9、5的12月份第1号39的论文5、6、9、5今日数据全部超收对。